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西哥辣评。在娱乐圈中，想要将一段感情维持到一辈子似乎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太多从一开始广受大家祝福最后却遗憾分开的例子了。谢霆锋和张柏芝的爱情就是如此，两人从一对人人羡慕的家人最终沦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，让大家都是唏嘘不已，感到非常遗憾。但是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两人分开后能够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两人分开之后最受关注的点自然就是两个孩子的成长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这些年张柏芝为了孩子们的成长，明显的是放下了事业上前进的脚步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孩子们。看到为了孩子放弃事业的张柏芝，自然就会要对比仍然活跃在大家事业中的谢霆锋。在一次采访中就有人问道，现在张柏芝带着两个孩子这么的辛苦，你当时为什么要与他生孩子呢？谢霆锋面对问题都没有犹豫，直接坦言两人是因为爱才结婚的，孩子当然得要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回答既简单又直白，非常真性情。再看到如今两人的关系，粉丝们都是感慨万千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？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关注订阅我们。